思承认，但是我的袜子都是攒在一起，然后放在洗衣机里洗的。I like the way how you hold it.这是我的蛋，这是我新有的蛋。我们在车上在拆开箱。1:47，那是2:43，189个。我们现在排了好久的队，我今天感觉穿少了，饥寒交迫。有谁来买我的火柴？现在是3:25，250。现在是5:30的样子，5:30开始排，排了4个小时的队，一直在寒风中。吃早饭去图书馆，整一个五楼全部听到的是我肚子叫的声音。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其实昨天吃了挺多东西的晚上，但是为什么今天早上还这么饿呢？为什么我这么能吃，真的是世界未解之谜。也许这就是为什么。